经验处做田分，自己都各地的水情都当紧张。反攻的唔错，系做的含油等等的蔬菜都休减。比到的季节无水好施田的问题，农民会的投研新闻头一摆辅导农民来此种高粱。农民讲，虽然高粱较省水，较唔是治理，同施田会用到的机器会差唔多，唔是在公司按处的本钱。不过北部较会靠东北季风，较会度过本上施田的田球，加奶牛来种高粱，又合什么？行过行开到会研究同评估。师傅去试种高粱的农民，听几位农民分享经验，未搞了种的心得。部分农民虽然期待种高粱在工地唔拉水，迎接呢休耕的风险，但是对当天呢，还没适合种高粱，成本好热，未很多评估。我们北部的土壤的性质来说的话，今天要给它干，好、哦，这个积水要给它干，它至少要干的情况下能种植的话，至少要10天以上。啊，可是要湿的时候，水又淹不动，灌水。那水头部分全部都烂掉，原因就是排水不良，然后水不会走。也有其他农会或者建议问说，七二八可以混在一起交货吗？农民讲，虽然高粱是热食品，同西部食品差不多，但是他们种的品种台中五号算是多用途的品种。本土种的台南七号同台南八号技术层面上只算是天一百次，但是2021年开始，厦门水库、宝山水库连五个水资源庆用期开始实施太期轮灌，政府期要达到2年一摆的轮灌，一点都增加唔稳定的风险。突然分五只期啊，我都要轮两摆，除了因全部轮到啊。也多么公平啊！对俺了因东西亏，俺了水煤算水煤的人啊，还是亏啦。厦门水库来了俺了尾啊，几十公里啊，水俺了本唔多啊。哦，去水头的人。虽然推广种高粱是工地农业管控允许量，但是农民没收。我们太阳从计划鼓励种太阳来到测量作物，则颠倒吞噬。还七百高粱的产量乃是增加，都算由金州公司协助，恐怕没可能有问题。以前都只有我们北部，现在连南区也有推广。那转做这一块，好大量推，若是推高粱的时候，会不会爆大量的问题？因为我们现在的窗口是在金门酒厂，那金门酒厂是不是如预期，是不是被吃的量那么多？这农委会统计，桃园新竹个片经济天时影响，灌溉供水唔稳定。2019年同2020年是否转换作个面积，做下系桃园新竹较多。2019年甚至系9成以上，所以转型换作就比较新。但是农民没话少，连满同建筑公司建造的台南七号同台南八号专门系居住用的，那些报价收购政策有变化，农民们当然认真。客家新闻吴小平、刘文辉、陶建波涛。